香港拍了十年戏，1984年到1994年，我每天就我觉得感觉上好像在一个荒岛一样，我觉得我好孤独，我觉得好像每天就这样工作回来，工作回来，我很寂寞，我就很想要有一个港口，要有一个家。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，就给了我这个感觉，让我很有安全感，让我觉得我到了一个很安全的港口，所以我交往了半年就决定结婚了。他就有一个信念，就是对我好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，哎呀，就是天上的星星月亮，你都可以，他都可以满足你啊，都可以让你得到。立威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是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。我病了，你不在意；我缺少什么，你从不知道。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心里有没有别人。我觉得你对我的感情是自私，不是爱，是一种占有欲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一片云。一片云，是不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云？那么我叫一阵风，天有不测风云的风。我从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像你这么爱笑的。问我另外一个梦好，闭上你的眼睛。闭什么？Given a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， 是在街上被找去拍电影的。在我的电影生涯22年里，我拍了100部戏，我几乎跟了数千人合作过。他们总是默默地付出，而把所有的光环都给了我。在这里，我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声谢谢。